吉米线。吃米线，吃葱油饼。嗯，好了。嗯，我怎么老是搞这种事情？真的，说明就是我付钱的时候我从来不看。饭晚餐前，我没想到他吃了。哎呦，今天穿这个衣服太英明了，我跟你讲，也不能穿厚衣服，也真不能穿薄衣服。你切，用脚手摸。哇，好漂亮！
我不知道，我说我问一个补偿，泡沫流水，不要把东西烂，把东西烂。帮你拍个 video 啦，好了。